居教实践万象评点不为人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老吴。老吴今年来继续去说那些事。今年说的短句的名字叫豆子豆腐。中国人素有养儿防老豆子豆腐的传统意识啊，就现在也有许多人家生了个儿子就喜笑颜开，生了一个女儿就愁眉不展，甚至说又添了一个赔钱货。其实我们也晓得豆子未必豆腐，这不仅仅是当下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径，也是古往今来许多武力不肖的故事我们都听得很多很多。就我们南京的货就有一句名言，什么女儿多暖和和，桂圆蜜枣顺床磨，儿子多少小过，丑下眼睛顺墙磨。你要教育好了，生儿生女实际上多欢喜，你要教育失败，生儿生女都是祸害。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道理估计每个家长都懂，但是放到自己身上常常都是一个想不开。家长为了儿女分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儿女要想回报父母是借口多多千难万难。你看看我们今年这个短剧的主人公叫秦阿姨，两个儿子两个媳妇还有一个小孙子，在别人眼中是豆子豆腐的富大妈，但他自己究竟幸福不幸福呢？哎，我们看看短剧就知道了。老秦早。哎，大婶，买这么多的鱼能吃得了吗？今天大儿子回家吃饭。哦，大儿子回来了，好难得呀。是啊，这不前两天小儿媳妇查出来有了，我还得赶紧慰劳慰劳他呢。哟，又要添孙子了，恭喜啊。嗨，累都累死了，你看我这都60多岁的人了，整天带他们买菜洗衣服做饭，不就是想省个保姆的钱？要不这么一大家子我哪贴补得起呀？你累是累，可你累得开心啊，两个儿子马上又要添两个孙子，都说多子多福，你是有福之人。哪里哪里呀、啊、妈赶紧来吃饭了。妈快别忙了、哎、来来来、哎、来，大菜来了，哇好香啊。妈妈都吃点啥？来先进来，坐在这儿。吃不掉，再来个鸡蛋。妈，尝尝这个，我托同事啊从河南带回来的，正宗卤土铁棍山药。嗯，一小盒啊得100多块钱呢。我听说啊，老年人啊冬天容易体虚头晕，这山药啊补气的，您多吃点，多吃点吧，长健体啊。妈，这个鸡蛋啊是宋飞特地开车去农场买的，苏北走地鸡下的蛋，纯天然无污染。我们特地啊没给冰冰多留，都带给你来了。妈您多睡啊。哎，对了，我有件事情跟你们讲。啊，不是啊，妈您说。你们都知道三三有了，宋家又要添孙子了。之前呢我的退休金呢全贴给了冰冰，因为说好了谁家有孩子给谁。那么现在呢妈也不能偏心，从以后呢就一家一半儿，你们看呢？啊，妈，哎，其实啊，我们拿不拿这个钱啊都无所谓的。哎，你现在啊跟我们住一起，就算我们拿你的钱啊，也是一起开销的，是不是啊？况且啊，我们不拿你的钱啊，也会一样照顾你的。是啊，大哥大嫂，妈毕竟跟我们住一块儿，妈的钱呢也花在妈的身上，有我们吃的用的，就不会少了妈那一份了。哦。行，我没意见，就知道吃。我说冰冰快醒了，赶快冲奶去。嫂子，我给冰冰买了一件玩具，一会儿吃完饭拿给你啊。那我可替冰冰谢谢你了。玩玩玩，整天就知道玩游戏，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啊？怎么没干正事儿啊？现在全家上下就我一个人上班，整天累死累活一白天了，晚上歇会儿还不行啊？哎，你以为不上班就轻松啊？在家要做多少活你知道吗？整天在家带孩子都憋屈死了，哪都不能去，人都快发霉了。不就是带着孩子吗？正好明天我不上班，要不孩子我来带，你啊爱干嘛干嘛去。哎，你说的倒轻松，你知道带孩子有多辛苦吗？
再说了，我一个月一分钱进账都没有，怎么逛街啊？哎，你妈不是说只要我不上班在家带孩子，一个月就给我们6000块钱补贴的吗？怎么现在一下少了一半啊？3000块钱连个住家保姆都请不起。那也不是因为许珊珊她也怀孕了吗？再说了，我妈平时跟着他们住，由他们照顾着，分给他们点钱也是应该的啊。哎，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哪像你弟弟弟媳啊，精得跟猴子似的。他们算盘打得可真好啊，妈现在是退休了，身体又好得很，哪是他们照顾妈啊，就是妈给他们当免费保姆。再说了，谁跟妈住啊，这房子以后啊就指定给谁，那房子不比退休金值钱多了。哎呦，我头疼，先睡了啊。哎，你个没出息的，一跟你说正经事就当缩头乌龟。我不管，你弟弟弟媳啊欺人太甚了，反正呢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再说了，他们霸着房子霸着妈不放，现在还要来分钱，送个破玩具就想息事宁人啊，做梦。哟，嫂子带着冰冰来玩呀，快进来吧。是啊，带冰冰来给妈解解闷儿。妈呢？妈，她出去了，顺便带点菜回来。本来我说我出去买菜的，妈，她非要出去透透新鲜空气，我却没拦着。毕竟你也知道，我最近挺不舒服的。商量个事儿，就是最近宋飞他们公司啊效益不太好，我想呢我也出去找份工作干干，这样两个人两份钱也不至于家里太紧张。啊，你要去工作啊？那冰冰怎么办呢？妈，我这不是来跟你商量了吗？那个，要不你去我们那住段时间，帮我们带带冰冰。冰冰啊可喜欢奶奶了，虽然啊现在还不会说话，可是每次带他到你这儿来他都特别开心。带冰冰没问题呀、啊、反正我也退休了，可珊珊刚怀孕最近反应比较大，宋翔又老出差，我怕他这段时间一个人应付不来。嫂子，我们单位同事家的保姆啊正在找下家，听说人也很勤快，对孩子也很好，要不我帮你问问。好啊，珊珊，那你帮你嫂子问一下，价格不要太高哦。哎呀妈，你放心吧，单休3000块一个月。你看，要不先请这个保姆过渡一下，等珊珊3个月的危险期过了，妈就去帮你带冰冰，好不好？哎，你说这个许珊珊她气不气人啊，霸着妈不放，现在他肚子里的孩子啊不过才黄豆大小，他装什么装啊？而且啊，冰冰出生到现在妈就只照顾过一个月，现在妈退休了还不让他住过来。行了，我妈不一直还缺我当钱呢吗？本来就没多少，现在还要分一半给他们。奶粉、尿不湿、冰冰的衣服随便买买3000都不够，他们俩啊本来收入就那么高，以后啊那房子也是他们的，现在还要来砍妈的油，生怕妈多拿给我们了，真是厚脸皮。这事儿还不简单吗？你呀、啊、干脆直接把冰冰送他们家去，让妈带着，他们两口子白天上班也不在家，妈一人在家也没事干，不就等于帮咱们看着孩子吗？哎，宋飞，跟你结婚这么久今天才发现你还算有点脑子吗？哎呦，孩子又哭了，我都累死了，你赶紧陪喂奶去啊。啊，宝贝儿子，爸爸来喽。
抱过来了呀？是啊，娜娜面试去了。妈，他怎么还不找保姆呀？我不是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吗？都不行啊。哎，这个呢，他嫌不够老实，怕单独一个人在家给使惯心眼子。而上一次那个呢，又嫌老实过头了，不会逗孩子玩，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再上次那个呢，他又嫌得太邋遢，上完厕所不洗手就给孩子冲奶粉。哎，这年头找个好保姆太难了。哼，菜已经买回来了，可我空不出手来。路上他可能拉屎了，我得赶紧给他换尿不湿。要不今天你一个人先下点面条吃，等他们把冰冰接走了，晚上我再给你煲排骨汤。超过48小时，50万赔偿变5万，生命倒计时，儿子究竟选择抢救不济还是放弃治疗？据说那些事儿，工伤48小时为您揭晓。戏如人生，情缘未了的他们能否保持最初的心动？宋慧乔、玄彬带你走进他们的世界，江苏影视频道海外剧场每晚22点播出。及保湿，尽在欧莱雅葡萄籽魔力霜，50倍抗氧化力，注入密集保湿面霜，水漾质地，释放面膜级保湿，水润 Q 弹一整天。葡萄籽魔力霜，你值得拥有。大屏快上，健康分享。大屏快上，幸福分享。大屏快上，甜蜜分享。大屏饮料还是娃哈哈好。江苏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北大富硒康雪源康。世界在变，水质也在变，除了病菌，水里还有煮开水去不掉的重金属铁锈、漂白粉。全新联合利华净水宝，世界领先净水器，突破性技术真空吸力般吸出水中的5大污染物，比开水更安全，联合利华净水宝。联合利华，柔和双沟不怕喝。柔和双沟，双沟柔和。长江智博运，报喜千万家。南京长江医院不孕不育博士员，祝您早生贵子。柔和双沟不怕喝。柔和双沟，双沟柔和。我喜欢阳光下有你在身旁。曲奇奶香白巧克力，好时一刻，好时每刻，三星 Galaxy 手机开大赢。柔和双沟不怕喝。柔和双沟，双沟柔和。啊，妈妈又忙着洗衣服。哦，有了。妈妈，洗衣机有了好帮手，你就不用手洗了。奥妙隆重推出机洗专家，专为机洗设计，超凡去渍，解放双手，国际知名洗衣机品牌推荐。和双沟，双沟柔和。看皮肤专家，到中天，南京中天皮肤病医院，822-11999，822-11999，南京卡子门大街8号。柔和双沟不怕喝。柔和双沟，双沟柔和。长江智博运，报喜千万家。南京长江医院提醒您，精彩继续。世界在变，水质也在变，水中有煮开水无法去除的5大污染物。全新联合利华净水宝，强力吸除5大污染物，比开水更安全。联合利华净水宝，柔和双沟不怕喝。柔和双沟，双沟柔和。毕业10年同学会，肌肤还像25岁，秘密就是一瓶胜多瓶的玉兰油多效修护霜，同步对抗7大岁月挑战。真正有效的一瓶就够了，玉兰油。富硒康，送父母敬长辈，
春节拜年富硒康，雪原康，高血糖高血脂人群的健康品，我信赖我选择。春节回家购买富硒康、雪原康百万纯金金服，千万健康好礼送不停。新贝朗洗衣液连干涸七天的丸子都能洗净，哼，不可能的。我证明给你看，要深入证明啊。新碧浪洗衣液特有创新性 Anthemas 配方，先分解再溶出七天丸渍，还不伤色彩，污渍没了，颜色也没掉，像新的一样，由不得我不信，碧浪亮洁如新，保洁。宝宝，你都快营养不良了，你爸整天在外面瞎混，你都可怜死了。说什么呢？什么瞎混？我不是刚出差回来吗？妈天天在家给你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还想怎么样？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那个王曼呢，整天把冰冰送咱家来让妈带。不会吧？她不是说就暂时让妈看个一两天吗？你看看那客厅乱的。王娜娜已经在咱们家安营扎寨了，你妈照顾冰冰都来不及，哪有时间照顾我呀？不会吧，刚才还看到妈给你煲排骨汤来着。冰冰才八个月大，一刻都离不开人，有时候你妈上厕所还给我看了好几回呢，真不知道是谁照顾谁，我和你妈都快成了王娜娜的免费保姆了。哎，老爸忍一忍吧，他们也不好意思一直这样的。我看难说，你哥和你嫂子是不是觉得我们特别好说话？哎，也只有我不跟他们计较了。咱们结婚那会儿啊，你妈什么都捡最便宜的买，连喜糖都是大市场里面挑的，丢人死了。为了什么？还不是因为你哥结婚的时候把妈的积蓄都给用光了。同样是宋家儿子结婚，他们都是最贵最好的，咱们都是最差最便宜的，都寒酸死了。哎，你妈这碗水啊端的也真歪。我妈她，你妈是不是觉得我们特别好说话才一直偏袒他们呀？哼，王娜娜都多拿你妈八个月的退休工资了，还那么贪心，天天把冰冰送过来让妈当她的免费保姆。嘘，小点声，别让妈听见了。我们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去得早，我妈辛辛苦苦把我们哥俩拉扯大，哥的婚礼把他积蓄都花光了，我们婚事接得又紧，妈当然拿不出来钱了。不过啊，你放心，妈还是偏着我们的。妈跟我说，我们婚礼有一半的钱啊都是哥出的，而且啊，谁跟妈住，房子就给谁。哼，你哥一年才挣多少钱，还有钱给我们办婚礼？再说了，这房子又不分给你哥，王娜娜还不把咱们都给吃了呢。我看呀，你妈这是安慰你的。不管真假，你呀也别为这事操心了，我明天就找我哥，让他别总把冰冰往我们家送。快去帮我看一下排骨汤好了没有，你妈都磨蹭死了，我都饿死了。好好好。乖乖冷立冻，这两个儿子是个好老，对小妈妈自己的老婆是言听计从，没得一个是为自己老妈着想的，老妈累死累活他们看不见烦不了，有什么样的儿子还就有什么样的儿媳妇。你看看这两个儿媳妇更是进的裤腿改背心，大儿媳妇把婆婆当了取关机，生了一个孙子还就了不起了，婆婆每个月6000块钱退休金要全部补贴给她。二儿媳妇呢现在也怀上了，干脆她把婆婆当免费的保姆请到家里面来，不对哦，应该是带薪的保姆，因为婆婆答应要每个月还贴补她3000块钱了。肚子里头蚕豆大的娃娃还没得成型，就吆三喝四的叫婆婆烧排骨汤啊、鲫鱼汤的熬的烧的。现在为了争夺这个免费保姆，朱莉两个是斗智斗勇。那么他们接下来还会想出什么鬼点子来支配这个老婆婆呢？老婆婆成天为这两个讨债鬼忙活，身体又吃得消吃不消呢？啊，我回来。给你买了，哎，你喝。哥，
三婶这两天呢身体不太好啊，妈呢又要照顾她，又要带孩子，嗯，实在是忙不过来。哎，是啊，可是我们家娜娜这几天呢也在找工作，白天面试好几家单位，她也实在没时间带孩子。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你看啊，妈又要照顾孕妇，又要带娃，彬彬呢又那么皮，我怕妈吃不消会病倒。妈要是病倒了，不还得咱哥俩请假照顾她吗？所以啊，我想咱也别给妈太多负担。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先帮你找个保姆，等我们家珊珊头三个月危险期过了，再让妈到那儿去。你看成吗？做他的白日梦吧，凭什么妈给谁帮忙由他们决定啊？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哎，你说啊，他们俩收入那么高，要请保姆也是他们俩请才对啊。我们啊就指望你那点死工资过活，我又没工作，如果再请个保姆，我们和冰冰去喝西北风啊。宋强说了，也就这三个月，让咱们克服一下。哎，我说啊，就你信他的鬼话，三个月之后啊，他们肯定又要说其他的理由来霸着妈不放。你啊就是个软柿子，从小给你弟欺负。当年上大学啊，家里的钱都给你弟弟交学费了，你啊就读个大专就出来工作了。你弟弟呢一直供他读到研究生，为什么你现在工资没他高啊？就是因为你学历低。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哎，我还不能说了是吧？我跟你说啊，其他的事情我都算了，就这房子的事情啊我就不同意。你说啊，为什么他们就能和你妈住大房子，我们就要在外面租房子住啊？你妈也太偏袒你弟了吧。我看啊，他就是想借你弟给他养老的名义把房子都留给他。我妈她不是那个意思，想当年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不是大操大办的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后来我弟弟结婚呢就只能从简了，是不是？我妈呢就一直觉得亏欠他们，所以啊暂时让他们在那大房子里边住着。我们结婚再怎么大办能有一套房子值钱啊？他们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吧。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既然妈说钱要一家分一半，那他人也要两家都照顾到才公平。哎，不是你这行吧，随便你，我睡了啊。妈，我上班上了一天，累了一天，根本没有力气抱他了，我先去睡觉了。喂。孩子的，这头上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我在卫生间，炉子还炖着汤，我既要看着火又要洗衣裳，我就没注意他冰冰一个人就爬到这边来了。都怪我不好，我应该一直抱着他，不应该去干其他事情的。带孩子啊，最不能一心二用了。我平时在家带冰冰，吃个饭都要趁他睡觉的时候吃，没有一天按点吃过饭。是啊，是啊。这么大的孩子是不应该离开人的，可是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开呀。珊珊不是经常在家吗？哎呦，嫂子，真对不住你了。我这两天啊，孕吐反应特别厉害，根本没法帮你看孩子。我不像你，我每天还要上班，回来都累死了，倒床就睡了。嗯，哎呦。你可比我娇贵多了，我九个半月大肚子的时候还不是爬上爬下打扫卫生啊，
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回去还要给宋飞做饭，也没像你这么累啊。再说了，妈还帮着你洗衣服打扫卫生呢。嫂子，人和人当然是不一样的了，我就属于那种孕吐反应特别强烈的人，这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想这样的。再说了，妈照顾我一个人啊已经够辛苦的了，现在又添个娃，她当然忙不过来了。要不这样吧，你找工作的事先搁一搁，或者先找个保姆，妈这样肯定是带不好娃的，跑不准以后出什么大事儿。妈这样确实不行，要不就让妈住到我们那儿去，帮我们带冰冰。反正啊，你们白天基本上都不在家，晚上妈也就是帮你们洗洗衣服做做饭，不如你们请个钟点工吧。钟点工可是比育儿嫂便宜多了，再说了你们俩工资又高。妈，你说我说的对吧？是啊，这样也行。妈，这样可不行，宋翔经常出差，你要是不在这儿，我就一个人在家了。钟点工顶多就打扫打扫卫生做做饭，晚上又不可能留下来陪我的。万一哪天晚上我突然肚子疼了，或者地上有个水把我摔倒了，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哪那么多万一啊，我怀孕的时候不也是一个人在家过夜，一直到生冰冰也没什么事儿吗？嫂子，这可是很难说的，没事儿是没事儿，要有什么就是个大事儿啊。你们都别说了，我说个办法你们看行不行。我白天呢去菲菲家看冰冰，晚上呢再回来照顾珊珊，这样两个人不都照顾上了吗？老秦，哎，范婶啊，最近怎么没看见你出来呀？哟，怎么大孙子也给你带了？是啊是啊，他妈妈出去找工作去了，找保姆又不放心，就扔给我了。哟，那小儿媳妇呢？晚上就回去给她做饭。哎呀，你太辛苦了，退休金那么多，自己用用挺好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嘛，不用管那么多了。哎，话是那么说，可手心手背都是肉，我总不能见孩子有困难不管吧。趁现在还干得动，再辛苦几年，等孙这么大了就好了。我先买菜去了啊。啊，好。妈，我的苹果学好了吗？你哪能吃剩菜呀，你肚子里还有一个呢，我去帮你煲点瘦肉粥。越精致的衣物越需要精致保护，不然洗一次就伤一次。立白精致衣物护理洗衣液，洗护合一。我是洗护高手，立白洗衣系列。小脑袋全面发展，宝宝表现更非凡。别担心，安儿宝 A 加特有 DHA 智力方360，智动情语齐发展，学习能力更非凡。美赞臣蕴含银刃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全新历史恒久嫩肤沐浴乳，点燃激情火花，尽在点滴历史。历史交肤系列，柔和双钩不怕喝，柔和双钩，双钩柔和。世界在变，水质也在变，除了病菌，
水里还有煮开水去不掉的重金属铁锈漂白粉。全新联合利华净水宝，世界领先净水器，突破性技术，真空吸力般吸出水中的五大污染物，比开水更安全。联合利华净水宝。联合利华。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扶正固本。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肾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在金纺的布料世界，我最爱金纺七合一，全面呵护我们每一寸的布身体，让我们芳香哦，柔软。金纺七大关怀，全家更开怀。金纺七合一，多效护衣，柔和双钩不怕磨，柔和双钩，双钩柔和。我懂你的，为解决枯黄分叉试过太多办法，直到我有了这个新发现。新潘婷，新创角蛋白损伤隔离科技，结合维他命原配方，修护更隔离损伤，从第一次使用开始，健康直至发烧，告别损伤才会那么闪耀。新潘婷，损伤修护领导品牌，宝洁，关爱每一位男人，幸福每一个家庭。南京建国男科医院，男人自己的医院。表面看不到头屑就没头屑，测试看看。新升级海飞丝，能深入去屑，效果摆在你眼前，细小头屑也逃不掉了。去屑实力派，当然海飞丝。柔和双钩不怕磨，柔和双钩，双钩柔和。什么？明天就拍封面？一天一天。试试无敌新升级加洁式炫白组合，麦卡美白粒子，牙齿真的白了，只需一天。无敌新升级加洁式炫白组合，整晚睡得干爽，醒来就能开心探索。为了宝宝一夜精致睡眠，新设计邦宝适超薄干爽，特有蓝色舒睡层，更快吸收，更牢锁住，醒来照样干爽，让明天更精彩。邦宝适超薄干爽，干爽同时体验一拉就穿上的方便，试试邦宝适拉拉裤。宝洁，人和孙悟空谁更厉害？美国队长和聂小倩谁的法术更加高明？影视大词典带你进入奇幻世界，敬请收看1月25日晚《影视大词典》。本节目奖品由好享购物大力支持。超过48小时，50万赔偿变5万。生命倒计时，儿子究竟选择抢救不紧，还是放弃治疗？据说那些事儿，工伤48小时为您揭晓。四大名捕又现大荧幕，继续毁人不倦。岁末年关钱包紧，几多欢喜几多愁。1月26日晚，摆脱电视，开心继续。坏了，秦阿姨又忙大的又忙小的，白天忙着头，晚上忙着头，不要说一个辅导人家了，就是网贴人这样忙法的也吃不消。哎，你看厨房里头轰动一声响，肯定是秦阿姨倒下来了。看看秦阿姨的遭遇哦，也真是凄惨。外面人都羡慕的多子多福生活，现在轮到自己头上哦，一肚子苦水没得地方说。现在倒下来了，老保姆没得用了，应该可以享享儿孙福了吧？嘿嘿，不一定。我们继续往下看吧。你们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妈她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还说呢，肯定是累的呗。我怎么说呢，哥？妈这样连轴转肯定是不行的。早说让你请个保姆吧，带孩子最累人。哎，宋翔，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照顾孩子累，照顾孕妇就不累啊？
凭什么说妈累倒了就是照顾我们冰冰累的？你别忘了，妈是在珊珊这儿给晕倒的。哎呀，嫂子，真不关我事呀。妈虽然是在我这儿晕倒的，可是白天在你那儿太累了。医生说了，高血压呀最容易晚上发病了。而且我也没有让妈做什么事，就是帮我烧顿晚饭而已。就烧顿晚饭？妈在你这儿又洗衣服又烧饭还要打扫卫生，你还使唤妈去拿这儿拿那儿。我上次啊就在这儿待了一个小时，你都使唤妈跑多少趟。行，这样说这还有什么意义？那什么，医生说了，妈这回呢是脑梗，需要绝对的意义卧床休息，这妈下不了床，总得有人照顾吧。哥说的对，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排班照顾妈。我的工作性质你们是知道的，一年到头在外面出差。我老婆现在也怀孕了，医生说了，头三个月啊要在床休息，不能劳累。你哥那份工作啊，迟到早退一次就要扣全勤奖，你也是知道我们家情况的。现在全家就指望你哥这份工资过活了，他是绝对不能请假去照顾妈的。我呢，一边要照顾冰冰，一边要去面试找工作。八个月的孩子啊，最离开不了大人了。反正啊，我们是没什么事情。是啊，你看，你们呢，孩子还没生下来，妈呢又一直跟着你们住，所以啊，无论这天时还是地利，都由你们来照顾妈比较合适，是吧？哥，嫂子，你们看这样吧，要不呢咱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白天呢嫂子带着冰冰过来，顺便照看一下妈，等晚上下班了我回来了，妈呢就交给我来照顾，哥呢和宋翔照常去上班，这样啊大家都不耽误，还分摊所有的家务，你们看呢？行啊，可是冰冰现在才八个月，正学走路的时候，爬得特别快，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一边照顾冰冰一边要照看妈，还要到时候看了才知道啊。哎呀嫂子，你不是一直很能干的吗？我想你应该没问题的。行吧，也只能这样。冰冰在家闹了一夜没睡觉，宋飞中午在单位补觉呢。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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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家里，给嫂子白天弄的是一团糟，那客厅乱的根本没办法下脚。厨房的碗也没洗，水壶里的水啊都是空着的，每天都让我这样跟他后面收拾。妈，明天他来了你得跟他说说啊，我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照顾自己都没有精力呢，哪有那功夫收拾这些啊。知道了。对了妈，那晚上我们是下方便面呢还是吃蛋炒饭呀？要不叫外卖吧，你也知道的，我做饭挺难吃的，还不如叫外卖呢。外卖的饭菜太油了，价格又贵，不如你帮我下碗面条吧。那我自己叫外卖咯。珊珊，你去帮我打盆水了吧，我想擦擦身子，这两天发烧出汗太多，黏糊糊的，太难受了，睡得也不舒服。妈，这你就不知道了，晚上啊房间温度低，
擦身子很容易着凉的。等明天白天中午天气暖了，你让嫂子打水帮你擦身子呢。哎呀，我都累死了，又要带冰冰，又要照顾妈，让你哄冰冰睡觉也不肯，就知道玩游戏。难得玩一次，你啰嗦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那个许珊珊啊，太气人了，这样安排我们的工作时间表啊，简直就是早有预谋。你说晚上照顾老人，那我白天照顾老人辛苦啊？晚上啊，那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白天就不一样了，又要吃饭、喝水、上厕所，还要擦身子、陪聊天。他还跟妈说我坏话，说我都把活留给他晚上干，真是搞笑啊！我又要带冰冰，又要照顾妈，还要给他当免费保姆啊！哎，别玩了，整天就知道玩游戏，有时间啊，多想想怎么挣钱。哎，对了，你自己亲妈生病也不多去看看，你妈都念叨你多少次了？我哪有时间呢？哎，你说你啊，就是没你弟弟精明。你看你弟弟和你弟媳啊，那两张嘴啊，说起话来把妈迷得五迷三道的。你说你从来都不会讨好你妈，怪不得你妈偏袒你弟弟。行了，想说什么就别绕弯子了。哎，你想啊，你妈现在生病绝对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她现在身体不好，正是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你弟弟呢又整天出差回不来，要这时候啊，你可以多去看看他，他肯定会觉得，哎，我大儿子是最贴心的，那这个房子不就有希望了？我可没这能耐啊。你啊，你妈要不是生病，她能念叨你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实际上短剧看到这个地方啊，我相信观众个个都会出理的愤怒了。这哪块是两个儿子媳妇啊，整个是养了两头狼，应该讲是四头狼哦，四头吃人不吐骨头的公狼和母狼。你看看秦阿姨哦，她已经病倒了，他们不想了怎么服侍母亲照顾母亲，而想了她的剩余价值。哎，老爸手上还有一套房子呢。我们来看看这些狼性狗肺的儿子媳妇接下来又会想出什么话来对付老妈。老妈假如连房子都没得了，他还能指望跟哪个哥呢？四大名捕又现大荧幕，继续诲人不倦。岁末年关钱包紧，几多欢喜几多愁，1月26日晚摆脱电视，开心继续。超过48小时，50万赔偿变5万，生命倒计时，儿子究竟选择抢救不及还是放弃治疗？据说那些事儿，工伤48小时为您揭晓。人和孙悟空谁更厉害？美国队长和聂小倩谁的法术更加高明？影视大词典带你进入奇幻世界，敬收看1月25日晚《影视大词典》。本节目奖品由好想购物大力支持。谁更滋养？牛奶多芬，牛奶多芬。王灿泡牛奶浴，张威使用多芬，多芬 Nutri Moisture 滋养科技。妈花满盘，为什么不早说？好啦，买两瓶给你用。多芬比牛奶更滋养，果木精粹悦享滋养，丰盈宠肤系列全新上市。是他让我懂得，可以扛得起，也可以放得下，可以哭着微笑，也可以笑着流泪。为妈妈的爱加分，贝妮美爱家。啊，妈妈又忙着洗衣服。哦，有了，妈妈，洗衣机有了好帮手，你就不用手洗了。奥妙隆重推出机洗专家，专为机洗设计，超凡去渍，解放双手，国际知名洗衣机品牌推荐。柔和双勾不怕喝，柔和双勾，双勾柔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展现闪耀秀发的魅力。来自全新力士创新配方，含食虫渗透因子，帮助修护秀发，绽放光泽，闪耀迷人。力士让我享受秀发闪耀的魅力，闪耀因为新力士。
全球每卖十辆电动车六辆配超微电池。全球每卖十辆电动车六辆配超微电池。柔和双钩，这是干嘛？补平瓷药让它光滑洁白啊。你的牙釉也不平滑，牙渍藏在那儿不容易刷白。全新中华瓷感白，微米级美白因子，牙齿表面更感光滑洁白，绽放瓷感白。中华瓷感白。每个时代都有好味道，三全私厨水饺以创新美味向现代美食者致敬，吃点好的很有必要。三全食品，柔和双钩，在金纺的布料世界，我最爱金纺七合一，全面呵护我们每一寸的布身体，让我们芳香哦，柔软。金纺七大关怀，全家更开怀。金纺七合一，多效护衣。华金药业夫妻康雪元康恭祝全省人民春节快乐。柔和双钩，不怕喝。治咳嗽用德良方牌消炎止咳胶囊，德良方中药，苗香有效药。柔和双钩，不怕喝。谁能媲美15款奢华面霜？美容机构权威测试，答案是欧莱大红瓶。4周挑战逆转10年肌龄，不信即可亲见新生奇迹套装，限量体验价288。富硒康送父母敬长辈，春节拜年富硒康。雪元康高血糖高血脂人群的健康品，我信赖我选择。春节回家购买富硒康、雪元康百万纯净金服，千万健康好礼送不停。逆齿舒柔顺挑战，秘密是一支精华两大用途，飘柔润发精华素，一梳柔顺到底。飘柔蜜齿梳一梳，柔顺到底。柔和双钩，不怕喝。经济科幻就是潮流，全新沙宣炫现浮躁滋润精华乳，水润浮躁配方，驯服毛躁，发型轮廓更炫滑，光感炫滑，缔造一个时代造型。没事就多到妈这儿来坐坐，等妈病好了就给你做你最爱喜欢吃的拔丝丸子、红烧小排、青椒虾仁。哎妈，这年头有钱什么买不着啊，想吃街上馆子点不就得了吗？哎，您说我从单位上您这儿来光坐车就2钟头。怎么说话呢，外面饭菜卖得再好，哪有妈做的好吃啊，这是家的味道妈是吧。是啊是啊，菲菲，等妈好了你想吃什么打个电话过来，等妈做好了再给你送到单位去。哎妈，您看您现在都这样了，自己个儿还有人照顾呢。宋飞怎么说话呢，妈这是心疼你才关心你啊，妈身体好着呢，说不定呀明天就下床了。娜娜说的对，飞飞啊，你有空就来，妈身体好着呢，等这次病好了就又可以给你们带冰冰了。对，冰冰平时啊最喜欢奶奶了，是吧？喂，我跟你讲啊，这两天你哥和你嫂子整天没事过来就来看你妈，怎么了？还问我怎么了？我看他们肯定是不怀好意。哎，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再不回来啊，你妈就要把房子给你哥还有你嫂住了，你知道就好，赶紧回来吧。啊，妈，你能下床啦。是啊，珊珊，我今天早上觉得好多了，脑子也不胀了，快洗洗脸吃早饭吧。好呀好呀，妈，那你自己悠着点啊。对了，今天宋翔要回来，他要是看见你能下床了肯定会很高兴的。太好。
好了，咱俩又可以聚在一起吃饭了。哎，珊珊，一会儿你把小车推出来，帮妈去买点菜，我中午呢做一顿好吃的给大伙吃。好呀，终于不用再叫外卖了。妈，那我先去洗脸了啊。嫂子，大哥他是不是？他单位有点事儿，就不过来。啊？大哥也真是的，不是说好了回来吗？妈还做了一桌子他爱吃菜呢，怎么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呢？菲菲不来了。那个，我这就打电话说他啊，每次都是，说好来又不来，又变卦。妈，你放心吧，宋晓啊肯定会回来吃饭的啊。喂，啊，什么？好的，我知道了。妈，那个宋晓他打电话过来说他老总喊他回公司有急事，估计赶不回来吃饭了。妈，妈，妈怎么了？大嫂你快出来啊，妈好像不行了。你们俩，妈就是听说你们俩不回来吃饭才气病倒的，还怪上我们了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吗？人医生都说妈这是劳累过度，脑梗塞按道理说连床都不应该下，你们俩倒好，还让妈做上饭，这回妈这么一倒下谁来照顾妈呀？行了，都别吵，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也想，妈这次啊是慢性病，一天两天也好不了，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看不行先找个护工，费用两家均摊。请护工我同意，费用均摊我可不同意啊。就你哥宋飞那点工资你们也是知道的，我又不上班，哪有什么多余的钱拿出来。再说了，你们俩收入这么高，而且平时也是跟妈住，不是承诺要照顾妈的吗？是不是应该多出点啊？嫂子，你这话说的，我们家宋翔工作一直不稳定，我马上生娃了，肯定是要影响奖金的。再说了，你也是有孩子的人，生个娃得花多少钱，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妈不是有套房吗？实在不行，咱们把房给卖了吧。那不行，妈还在呢，怎么能动房产？咱们等到妈过世了再说吧。怎么不行啊？房子重要还是妈的命重要？就是，这会儿只是个护工的钱，这越往后治疗，那报销不了的费用多去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们总不能让我这做大哥的去卖血吧？哥，看你说的，再怎么着也不让你去卖血啊。要不我们再想想办法吧。当务之急啊，是给妈先找个护工，不然今天晚上谁陪着我？是啊，我可没时间啊。冰冰还在家等着我回去照顾呢，我妈就帮我看几个小时。你们也知道的，我妈身体不好，万一我妈再给病倒了，谁负责啊？行啊，那就行吧，我没意见。行，那我们先去问问价格吧。老秦啊，哎，范婶，你来了。
你的儿子媳妇们呢？他们都忙，没时间过来。哎，都说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我看呢这话不对。你呀就指着这套房子为您傍身，要不这会儿连请护工的钱还不知道谁给你出呢。不会的，他们说了要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哎呀，这房子可千万不能卖，这房子是你唯一的依靠，这房子一卖，钱一分，你的家就散了。不会的，我的儿子不会的。唉，但愿吧。我相信很多家长身上或多或少他都有秦阿姨的影子，为儿为女一辈子八姓八盖，是指望养儿防老及孤防饥。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短剧里看到的不是养儿防老，是养儿啃老，子孙承债。这也是中国传统观念在眼下被颠覆的一个悲剧。老吴看这个短剧只有一个想法，秦阿姨十分可怜，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看他对两个儿子和媳妇的忍让可以想见他小时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两个儿子如此不孝，不也是他自己教育出来的结果吗？所以还是老吴开头的话，子女从小没教育好，老来也是只能自尝苦果了。好，老吴今天关于短剧多子多福就议论到这儿。编导在播放这个短剧前曾经将他带到南京应天村社区，我们来听听应天村社区的居民是如何评价这个短剧的。独生子女，这样的话能够更好地培养下一代，更加又优又长。我觉得呢，儿女多呢也是一件好事。现在呢，社会压力是大，这个培养小孩也不容易。我觉得两个也真正好，一个太少了。我三个儿女，我比较狠厉。按照我的心情来说，不要不要，再要一个。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晓得还是多子多福好像比较好一些。但实际上多子多福呢，它有带来许许多多灾害，带来许许多多灾难。你看就像这几个观众他们讲话就不一，像我们这个岁数恨不得星期一来个儿子，星期二来个儿子，星期三来个女儿，哎，这样的我们一周日子全部安排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岁数有我们这个岁数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实际上现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单独两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家庭结构的调整。我们光议论这些东西没得用，而我们今天短剧主力要介绍的是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好，老吴今天的短评和南京应天村社区的短评就说这么多。想跟老吴互动的可以登录新浪据说那些事，也可以登录喜字官方讨论版发表你们的真切见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我9个半月大肚子，大肚子。